黑夜里从东边往成都眺望，万家灯火。这万家灯火中可有一盏为你而明？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，你用它来寻找光明吗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一座幽灵一样的塔，萨鲁曼的巫师塔，黑暗中发着幽暗的光，这就是成都的第一高楼。通过旷野的风，你慢些走，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，那么近，连风都听不见。